第五，德国的第第五，我们在踩。等一下，来看，看，五分，五十五分。他算五十五。所以到5:25。哎，这是国外的人腿怎么那么长啊？我踩不到。我们在第第五游艇，这不是游艇，踩天鹅湖，这也不是天鹅湖，这个是什么？然后不要踩停。哎，还有其他造型的耶。对啊。酸了，走吧，回去吧。来，录影开始喽。好，3、2、1。我们现在在德国梯梯湖，它有好大一片，就是梯梯湖。我们它除了可以坐船，也可以像天鹅湖这种脚踩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是 Kevin 掌舵跟子踩。我是没办法踩到哦，因为他们这设计的腿太长，我真的踩不到，我只能偶尔碰到一下，真的是。你看他们的湖景也是超美的哈，嗯，看后面，超美的，嗨，好美哦，可是太阳蛮大的，对啊。不会黑，没关系。棚子可以弄起来，但是我就拍不到了。对，二十五分钟而已，还好。没关系，因为刚刚 Kevin 有买美白的，就我用，不怕黑。好。啊。欢迎来到这边。再拍一张。各种造型，来给我的。你要继续帮我看时间，五十五分嘛，照他的五十五分等于是快五分，然后现在等于是过了五分钟了哈。你不要骑太远，到时候没体力骑回来哦。好。就是是，我觉得我们就是轻松就好。不会往湖中间去，我想要沿着沿岸这样子。沿岸。它的水。什么水？这水。老公，他竟然没有给我们安全那个。救生衣。对啊。为什么小孩子踩得到啊？嗯，因为他往后，他椅子可以挪往前了。对嘛？所以你哦，这样我就可以帮你了。好，那我来一下，加油。啊，嗨。啊，终于换挪兰踩了、啊。原来椅子可以调的。哦、啊。啊一起简单多了，对啊，对啊，一个人踩真的太重。对啊，你先不要踩那些，有前面的画面很漂亮。好的，好的。现在太阳在我这边，深深。
变成黑美人，黑美人，黑美人呢？可以了。等一下，不好踩。你那电池压到屁股。那个是莱茵河，对啊，然后这个是 TT 湖，嗯，然后我们还会有，我们还会有国王湖，嗯，跟海螺，你看大家都跑下去了，我死了，我就跟你说，一定会跑下去的。不是啊，他们又要回程啊，所以先下去啊，走下面啊，这都还没到啊，就走下面，也许不是太热。我刚刚看，我想说，哎，电动船我们又不会开，啊、结果是电动船型的脚踏船。还要看，不要撞到别人。嗯。这是比利时的船。啊？比利时、欸嗯、还是德国？这边是德国、啊，德国啦，对啊，德国是红黄黑红黄，嗯、啊、嗯，德国啊，嗯、德国的旗子。如果照他时间算的话，可是我们五十五分，五十五分的话，到五点二十五啊，五点二十五，等于我们五点二十前要到，因为他多算五分钟，对不对？对。5:20前的话还有20分钟。是啊，地毯踩的还不够，还到外国来踩，当然的咯。你嫌昨天不够累？嗯，少女风不够累，是这样吗？不累，少女风这两天爬山其实真的累，都一直跑。那时候看他前面几个人在问的时候，哇，全部他们都在讲德语。本来想说，啊，要是遇到一个不会英文的，我想跟他共鸣。不会英文，他真的听不懂，就不要做了。对啊。只不过他很厉害，你看，我一用英文跟他讲，立刻就切换成英文模式跟你讲话。对、啊。这样。真的两个人踩起来，其实就没有这么累。对啊。是因为你老婆是运动健将。她娇娇女还得了、嗯、不懂得感恩我不懂感恩，花那么多钱我不感恩看在你帮我买那个小礼物的份上，哪里小礼物大礼物我就踩了个几下、啊、买了什么？这次你买了手表包包、啊、一
包包，金华裔。去那边玩，我租了，我丢在对岸那边玩，因为你看他没证件、没登记、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他两个人八欧耶。对啊，两个人八，不是他不管人，一到四人都八欧啊。八欧八三十四。那个半小时八欧，一小时十五欧。八八四三十。八三二四八三二四，两百多。两百七，两百八。太少了，两百多还是贵。哎，啊！这碧潭那个一艘船500-600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是他人家那个有天鹅啊，我们这没有天鹅。好，停，就随便飘一下。